由秘鲁回港的港人，稍后会送到去医院治疗。部分紧密接触的人士亦都要入住检疫中心隔离。65个秘鲁回港港人，寻日经伦敦搭飞机抵港，之后被安排前往亚洲国际博览馆检疫。卫生防护中心话，呢批人结果呈阴性先至可以翻屋企，展开14日强制。